开的，我外甥很开的，然后，当然外甥贝贝都蛮凶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小时候可能就比较白痴了，动不动就偶尔偷偷小东西啊，不然就是他有养猴子，我妈去拿竹子去刺他的猴子，然后他会很生气，那个贝贝，结果拿那个抓痒的那个不求人，他追我们，这样，把他骂的兔崽子，兔崽子。 第一次听到兔崽这个词，也是他嘴巴里面讲出来的。他们部落的也是不错啊，离头发的哦。贝贝是离头发的。这是尖头老怪。对啊，离你还会打你的头，你不要动啊！刀子很利嘛。那是第二条路对吧？我住第三条路，你不要看我。你们现在你们的部落还有这种贝贝吗？ 好吗？哦，好好珍惜它。好，带来这首《兔崽子》。 这是历史的新的记录，这沙场平凡的笑话。多年以后，带着医生护士，成了杂货店员后，还娶了高山族的女人，做了干部，每天闲着没事交心交朋友。 考验一下你们的 key 准不准？有没有？没比较好，刚刚才动的就比较好。